高兴啊，在风雨声中呢，来参加我们庆祝台湾光复的活动。很遗憾啊，自从李登辉上台以后啊，台湾光复也不见了。对呀、啊，为什么？今天呢，讲到台湾光复节的由来。台湾在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被日本打败了，然后第二年就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给日本统治了台湾50年。日本借由发动侵华战争，我们都知道，民国26年卢沟桥事变，日本人认为3个月征服中国，都没想到这个战争一下打不下来了。最后在民国32年日本的败相已露的时候，在12月1号，中国、美国、英国同时发布了开罗宣言。开罗宣言最重要的一点，日本要把侵略中国的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归还给中国。那我们现在请张伟同志来宣读开罗宣言。开罗宣言，1943年12月1日，与等中美英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我三大盟国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各方面加速残暴之敌人。我三大盟国此次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绝不为自己不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识。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此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我三大盟国将坚忍进行其重大和长期之战争，以获得日本之无条件投降。开罗宣言以后，到了民国34年，1945年，德国投降了。结果呢，美国、英国、苏联他们在波茨坦开了波茨坦会议，最后呢，共同发布的波茨坦公告。波茨坦公告里面讲得很清楚，日本必须要无条件投降，接受开罗宣言的内容。那我们现在请张伟同志再度来宣读波茨坦公告的要点。波茨坦公告，1945年7月26日，与等美国总统、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英国首相，代表与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提出劝告，予以一机会，以向三国无条件投降，免日本全体人民遭受战争之惨祸。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无人劝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波茨坦公告以后，到了8月6号，美国在广岛丢了第一个原子弹。8月8号，苏联出兵。8月9号，美国在长崎丢了第二个原子弹。这个日本天皇受不了，他知道再来他可能就危险了，所以在8月14号晚上来录了一卷录音带的目的呢，就是要向盟国起降。当时呢，日本一些少壮派的军人呢，还想进去把这录音带给销毁掉，不让他。可是这个天皇本身知道，他叫别人去死，他自己不敢死，赶快投降吧。所以呢，8月15号，这个
所谓的育婴广播，当时的很多台湾的日本华民化的台湾人跪在那边听药房广播，那我们现在听听当年那个日本的原因的广播好不好？放。嗯天王在八月十五宣告以后，九月二号在日本东京湾的米苏里舰上，日本呢向盟国献上了降书。当时日本有两个代表，一个叫丛光葵啊，另外啊日本大本营的总参谋长梅津美次郎，在米苏里舰向我们中国的代表徐永昌上将献上降书。那现在呢，我们呢就请啊给大家观赏当年他们受降的经过。1945年9月2日9时14分，于等之奉日本天皇及日本帝国大本营之命，并未其代表，直接受美中英三国政府首领于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所发表的公告条款，于等之宣布日本大本营所有日本军队及所有在日本人管之下的军队，无论在任何地点向盟邦无条件投降。天皇与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利，应听命于盟邦统帅，盟邦统帅可采取其所认为适当之各项行动，以实施此等投降条件，向中国无条件投降。9月2号，在米苏里舰上。日本献上的降服书，什么叫降服？投降，伏在地上向你投降。接着，9月9号上午9点，在南京中国陆军总部，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我们的何应钦将军投降的中国战区投降。接着。10月25号，在我们台北的中山堂，当时日本的总督安藤利吉向我们这个受降的代表陈仪献上了降书，就把台湾归还给中国。所以现在有些人讲了台湾什么地位会定论很清楚，因为开罗宣言讲得很清楚。要日本把台湾归还给中国，那波茨坦公告又讲很清楚，你要遵守，你要接受开罗宣言。日本无条件投降，接受了波茨坦公告，也又接受了开罗宣言，也又接受了台湾归还中国。台湾光复节要记住这一点。晚年我们办活动都在台北办，那今年我们在全省台北。桃园、新竹、苗栗、台中、云林、彰化、嘉义、台南、高雄、花莲，还有宜兰。高雄因为特殊情况，高雄是昨天晚上啊举办的。我的感谢我们同志，大家都辛苦了。那以后我们因为不能只在台北办，准备全省遍地开花。啊，在这边呢，最后。来跟各位报告，那今天很有缘分，我们是在红土地土地公的那个地盘上庆祝光复节，因为台湾光复，所以我们这台湾的神明呢，我们的三太子和妈祖的，我们的心灵寄托，那可以永远保佑我们台湾的人民。台湾光复节意义太多太多了，今天为什么要庆祝再光复？讲一个很可笑的事情，本来我们场地生长在青年公园，结果这个万华分局不让我们走的，不准
然后呢，请台北市政府已经给了我们路权，警察局去过公文，路权撤销。我想问一问台北市警察局、台北市政府，如果台湾不光复，那你能当局长呢？你能当台北市长吗？对，你说饮水思源这些人呢，今天可悲在哪里了？他今天享有的一切都是因为台湾光复，你可以当警察局长。是，以前日本在的时候，你能当警察局长吗？不可能嘛。你能当台北市长吗？不可能啊。对呀、啊、可笑又可悲。好，要缅怀前年进光复，节彩喜洋洋，胜利歌儿大家唱，从此又见天和地，台湾光复不能忘，不能忘长思量，不能忘长思量，永烈士慷慨悲壮，不能忘。两岸原本是一家，兄弟姐妹情意长，金融他人来分化，痛苦不能忘，不能忘长思量，不能忘长思量，再早忘团圆共庆辉煌，不能忘。节彩喜洋洋，中国崛起展光芒，民富国强不是梦，安居乐业不能忘，不能忘长思量，不能忘长思量，中华民族地久天长不能忘，中华民族地久天长不能忘。